准备走，提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二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三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四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闭住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三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三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四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吸住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二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三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四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这样讲解教程。来 ，A 组第一个动作，左右各一个并步，手双手握拳，左手上垂，旁垂放下，换右手上垂，旁垂放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接着左脚向前顶地，左脚脚后跟抬起来，重心放在我们的右腿上，双腿膝盖稍微弯曲一点点，左边四个顶胯，这是五六七八，手动作，左手掐腰，右手抱头，哎，我们身体向右前侧，面向右前侧哈，五六七八，好，接下来左脚起步。向右前方迈一步，然后右脚向左前方迈，退左脚，退右脚，手动作，双手握拳，右手上，左手上，双手放下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接着左脚起步，抬小腿向下踩的时候，双腿膝盖弯曲，抬腿向上踩，膝盖弯曲，你看我们抬小腿，同时把我们的身体的方向也带向左前侧和右前侧，对不对？我们左脚抬向下踩，身体面向左，抬右腿向下踩，身体面向右，手动作呢，右手上直，左手上直，然后右上直，左上直，总共四次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接着左脚准备向后退四步，我们的身体面向右前侧，一、二、三，第四步的时候，哎，并右脚的时候，把我们的身体带向前正前方，手动作，左手握拳，在我们的左肩膀旁向后拉三次，第四拍的时候拍手，一、二、三，拍手。接着右脚起步，向右边走三步，第四拍的时候要拍手，把我们的身体带向右前侧正前方，手动作呢，双手放在我们小腹前，五、六、七，拍手。好，这是第四个八拍，左脚侧点地收回，右脚侧点收回，手动作，左脚侧点的时候，左手掐腰，右手食指绕一个圈放下，换右脚侧点的时候，左手食指绕一个圈放下，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我们一个十字步，左右退，左退右，手动作，双手五指张开，在我们的脸前甩一下，交叉甩下来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就开始 B 组的动作哈。组第一个动作还是抬小腿向下踩，我们抬腿向下踩的时候，膝盖弯曲，抬腿向下踩，膝盖弯曲，总共四次哈。手动作呢，左手握拳放在我们身体前架住，右手食指伸出来，一拍一个绕一圈，一拍绕一圈，总共四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来加上我们的脚动作，预备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接着我们的左脚向前踩，向后踩，向前踩，向后踩，它的节奏是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好，手动作，右手直接从上向下流眼泪，两拍一次，五、六，再来一次，七、八，来加上我们的脚动作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接着第三个八拍，上左脚右侧点，上右脚左侧点，手动作，双手握拳，前垂旁垂，前垂旁垂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然后接着左脚起步向后退四步，还是我们的这个抬小腿向下踩，只不过向下踩的幅度不要那么大，因为我们这个动作重点是我们要向后退，你看我们向左后方右后方，左后方右后方向后退，不是向下去蹲哈。手动作一拍一个，五指张开，我们的大臂稍微哎控制一下，小臂我们手肘向里夹的同时，我们手向外扩四次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来加上我们脚动作，一拍一个向后退哈，五、六、七，走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啊，接着第三个八拍，左脚点地向左边三次，第四拍的时候收脚，来，一、二、三，收，右边。
连三个第四拍收，五六七收。手动作首先一二三的时候，右手手心面向左，波浪手三个，手掌跟带着发力，一二三四的时候放下，接着向右边的时候是大雁飞，大臂带动小臂带动指尖，总共三个，五六七，第八拍收回来，手和脚连着，手和脚一起二，预备走，一二三收，大雁飞，二五六七八，好，接着左脚前点收回，右脚前点收回，手动作左脚前点的时候，右手小猫手五指张开，向前甩一下放下，左手小猫手向前甩一下放下，一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是一个十字步，右手向前指，这是五六七八。这动作一开始还是我们抬小腿向下踩的这个动作哈，向后退，它的节奏是左右左左向下蹲两次，接着换右脚右左右右。好，这个动作首先一的时候，左手向后，右手向前，有一个拉弓的一个感觉哈。我们的左肩稍微低一点点，我们的身体面向左前侧，一。二的时候，双手从前交叉换过来，二，右手向后拉，左手向前推，三四是右手向前两次，接着换右手后，左手后，右手向后两次，来加上我们脚动作，预备走，一二三四，右脚左手，五六七八，好，第二个八拍一个交叉步向前，左脚右侧点，右脚左侧点，手动作双手握拳，交叉打开，交叉打开，二二三四，接着踩左脚的时候出左胯，左胯右胯，左胯右胯，是五五六七八，手动的双手握拳，前面交叉锤打开，交叉锤打开，五六七八，接着第三个八拍，左脚侧点三次，第四拍收回，三二三四，右脚侧点，五六七八，手动的左脚侧点的时候，右手拉手肘，一拍一个拉肘三次，一二三，第四拍放下，右脚侧点地的时候，左手拉手肘，五六七，第八拍放下来，一二三收右脚，五六七八，好，这是第三个八拍，第四个八拍退左脚右侧点，退右脚左侧点，手动的双手还是交叉打开，交叉打开，四二三四，接着打开左脚右脚后点地，开右脚左脚后点地，我们开左脚右脚后点地的时候，右手是上垂放下，向开右脚左脚后点地的时候，左手上垂放下，五六七